曲都非常的好听，我超爱听他唱歌的。对啊，我们特殊老师不但歌唱得好，也会作词哈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接下来节目是谁呢？该讲谁呢？因为我们今天看这么多同学在唱，我们两个在这边主持都没有唱歌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岔一下。真的是要一定要赠送一些小礼物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啦，接着呢，我们最后也不算最后啦，前面一点点。我们好像还有谁还没唱？因为我们两个今天都在主持，都在看同学们在演出，所以呢，很想自己来，我们两个一起唱一首吧。啊，我还要唱吗？我们两个根本不要唱呢。不行啦。不要，好啦好啦。浓情蜜意，谢谢。你微笑吧。
女喺骂你，我唱下。生下女啊！哦，生下女喺骂你。青春的人班哈，最领导的帅哥，也是我们班的压轴。